捏的这套时装自带不少超话元素。其实啊，这套时装是由《倩女幽魂》手游与非遗传承人联合打造的。最近好多粉丝发图片让我捏这个形象，一开始觉得没问题，但制作的时候才发现数字时装的剪纸细节太精妙了，而且整体以兔为主要灵感，有玲珑的兔耳、白色绒球和剪纸纹样，可爱精致又非常有节日的喜气氛围。如果有细节做得不好的，大家多多包涵哟。